大家好，又是娱乐圈打工有 vlog， 今天是节目录制日，大家各位去看一看录制日这一天我们都在忙些什么。好尴尬。出发去演播厅，天空有乌云，听说今天会下雨。抵达演播厅，我们去艺人休息间看看有没有人。没有人类，那就勇闯男生化妆间吧。今日录制服装已经准备好，今天的男艺人如你们所见。我们来看看化妆室的化妆箱，一整个大行李箱可以满足各种造型需求。下面我们去演播厅看看，这就是综艺节目的舞台，是一个学院风的舞美。本期嘉宾的海报已经摆好，这是耳返和监听，那是手持麦克风。现场搭了灯光音频台，监视器可以看到每一个摄像的机位。坐在现场的导演们正在记速记。来，大家看，在这个演播厅的旁边，就是这个道具库。为什么道具放现场呢？因为每期都有新的道具，它实在是装不下这个仓库的，只能摆在现场。录制开始了，嘉宾闪亮登场，艾克、李李和李俊昊。推理游戏环节把他们分成了两个队伍。没有，我们说的是机会，要我们这里了，我们不行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去导播间去看一下，导播间可以更清楚的看见每个机位，每个人身上今天会说什么。为什么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那个，我想问，我想问哪家了？是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那呀。你是来看你自己吗？对，我觉得我比较像艾克丽丽。哇，真的很像。Oh my god！ 导播间比我想象中的小，我以为是那种满整屏墙面都是的。这位是导播老师，他手里在控制每个镜头的切换，他有个话筒和现场交流。每个摄像机都有对应的编号，大的监视器可以看清艺人身上的细节。不能放饮料在操控台上哟。现在可以听到这个音响是非常大气的，艺人身上每个麦的声音，我们导播间都能听清清楚楚，绝对不是要自己的艺人。在录真人秀的时候带麦，就不要乱说话，我们都听清楚楚。出来上厕所，发现外面下雨了，雨势还挺大的。我们还说待会儿要惩罚去水上乐园呢，然后现在棚里面都开始漏水了，然后赶快紧急解决它这个问题。